丁香花园位于上海华山路849号，当年曾是李鸿章的一处宅院。1961年，傅牙培、陈根到这儿休养，日益沉重的病体，这也是他们相处的最后的日子。3月16日，共和国开国大将陈根因心脏病不治，与世长辞，年仅58岁。机敏、勇敢、忠诚、果决，种种将帅之相集于一身，终至生命的末梢。消息传至学院，上下同悲。3月18日，陈根骨灰运抵北京，哈军宫觐见晚年。玉溪伏牛，朝鲜打虎，鸿谋韬略战身，电翅风驰，战斗一生倾尽瘁。领袖学生，人民儿子，赤胆忠心不朽。松青百尽，和悦同寿，看长命。4个月后，刘居英继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。陈庚成为哈军工之父，他的突然离世使学校一片悲情。在大概1年多以前，陈庚为学院做了最后的一件大事，这就是军工人所谓的大出大进。也就是说，根据当时中央军委尖端集中常规分散的原则，哈军工成立原子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，同时呢，将炮兵、装甲兵、工程兵三个系以及化学防护专业分出去，相继另组学院。陈庚去世之后，刘居英大抓招生，教学科研工作也都进行得很是红火，但这仅仅是当时形势的一个方面而已。实际上，陈庚的去世对哈军工来讲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，它使得学院从此失去了来自国家高层的保护。一个没有了政府靠山的学校，要面对不久之后那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革命，哈军工彻底输掉了自己的命运。董万发，军工的老干部之一，至今还住在军工大院里，这是他保留的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前的领章和帽徽。话还要从1964年的长沙会议说起。那次会议，哈军工被树为不突出政治的典型，以教学为中心的路线开始与阶级斗争的思路正面碰撞。同一时期，国务院决定调整国防工业和科研体制，为减少科研与生产的脱节现象，有人提出原属国防科委的几大研究院应同相应的国防工业部门合并，而身穿军装的国防研究院只有集体转业才能完成这种体制上的合并。就是在这些繁琐的合并过程当中，有研究院提出为他们输送大学生的几所军事院校学员入学穿军装，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再脱军装，无形中产生麻烦，增加不必要的思想问题。而国防科委所属11所院校中，只有哈军工、西军电、南炮工是穿黄棉袄的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相关的背景材料都仅仅是猜测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证实军事工程学院退出军队序列的真实原因。哈军工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扒掉了军装。64年的10月，是国防科工委陆阳拿着当时林彪部长的电报，电报很简单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退出军队序列，就这个，交地方，黑龙江省，就这个，叫什么也没说，怎么继承也不知道，没别的，就这个。1965年8月15日，国防科委正式通知哈军工，军委批准学院改为地方院校。9月16日，军委办公厅通知国防科委，军事工程学院改制问题，林副主席已同意。10月19日，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报告，
军事工程学院、电讯工程学院、炮兵工程学院三所院校，已自1966年1月起脱离军队建制，改为地方院校，仍归国防科委领导，后推迟至1966年4月。1966年4月1日，对当时的哈军工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在这一天里，所有哈军工的干部、教员、学生在校园里默默地摘下了代表着军人身份的领章和帽徽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原来意义上的哈军工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自1953年建成到1966年退出军队序列，总共13年的时间。哈军工改制的消息正式通知以后，刘菊英曾经给国防科委打过电话，希望能够保留校名，得到的答复是叫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有军事两个字。但是接下来刘菊英却再也无暇考虑校名的问题了，因为一场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运动拉开了帷幕。1966年5月，516通知派发，文化大革命正式启动。6月，李元子抛出第一张大字报，打倒了刘菊英的哥哥，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陆平。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。从那一天的那一刻开始，偌大的军工校园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66年之后不就文化大革命了吗？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上课了，你上要上课也没学生了，都革命去了。7月16日，导弹工程系教学楼前召开了一场大规模辩论会，矛头直指刘菊英。早饭第一个就拉了刘菊英，刘姐，都怎么这个捣乱党前外嘛？开始就是主要是刘级的。刘文吉开始人数比较少，逐渐人也跟他多些，那都但没有具体统计那种东西。从此他就挂界了，就挂界了。开始他们刘文吉那干以前也批判过啊，贴大的帽乱七八糟的都有啊，是吧？那当然是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党前派嘛，黑帮嘛，这没问题嘛。大字报编题也都是，但是当时还没有刘文吉没回来以前，没有很激烈的行动。高院长，刘吉回来以后，就开了这恶例，啊，就是游街，就是当场批斗，侮辱人格，就搞这个。那以后就蹲到牛棚了，就随时拉出来，这个班我想斗你，他就拉出来斗他；那个班他想拉出来斗他，他就斗他。一个教室里，底下站了两个群众，是吧？站了个群众，然后把你，有的是放一个凳子上，叫你站到前面去。为了叫大家看，站了个凳子，有的不站了凳子，开始就低头，低头认罪，开始低头啊，然后就戴上高帽，给你戴上帽子，是吧？最严重的给你戴上大铸铁雷，很重啊，前面给你写上，是吧？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大前辈，什么大黑帮，什么这。是乱七八糟，给你写上一个污蔑性的然后带起来，然后就这，是那样，是不是？扭你，然后就说你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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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承认不承认？是不是？他就说，他说不是，只要说一下，你否定了你回答，那就把你胳膊再给你往上拧啊，或者底下踢你两脚啊，是不是？或者弄个乱七八糟的竹棍子什么抽你脸上的，这事情都有。这折腾，可能一个钟头，可能两个钟头，也可能半个钟头。返回去，然后就压了，然后到机密室里，所以当时牛棚里，蹲起来反省，写交代，是吧？他写交代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又一班，又要批斗，又把他。拿出去，再批斗，就这样，轮番搞啊，这个班可以搞，这个系跟单位可以搞，早安排，全校的单位他组织更大规模的，有造反团总团，他组织更大规模的，就全校的，
这喇叭里成也就光芒起来，是吧？明天我们要批斗顽固的宋思文，就找江北雷军，想大家那是三家，是吧？如果你们不这么这么着，就意思下边有这个话，那地下就是如果全校的行动，那第二天这各单位早上他都有组织了呀，排队成群结队到俱乐部到指定地点，然后分了地方，是吧？然后就开着批斗，把最大的曾思维的当老板领进来，来，这就是这样。拉到舞台上，然后戴上高帽，低头，还是这样。这个程序都是这样，就是然后这就发言啊，说你刘继英这样排害这个，那样排害，哎，你这样执行反动路线，那样这样反动，批判一通啊，发言、啊。那全校了就轮流发言了，各个单位啊，各个那样发言。发言的过程当中就喊口号，大佬这个大家那都，你要不坦白把你打倒在地，踏上你的脚，乱七八糟都是文化大革命流行的口号，就这样喊，这样折腾还是可能一个钟头，可能两个钟头，他们也筋疲力竭了，台上的也筋疲力竭了，没办法了，是吧？然后就喊了，他如果你他有叛徒嫌疑，他刘继云后来还加上什么是特务的嫌疑了，还讲什么？把大黑帮刘军押下去！这就解红卫兵，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，把他押下去。押下去路上，还叫你自己喊口号，自己打倒自己在那诉说什么东西？这样，到机密室里。叫你填奏，还要填奏，填奏像毛主席罪。他有啊，早请示不是有一种流行中的无意的，早请示完汇报，这个黑帮在机密室里早晨请示念一路背，你背错一点，砰砰打了枪，哎，晚上还得汇报，我今天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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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完全就是这样，这程序啊。所以他是受的冲击很厉害的，但是呢，刘院长因为平时啊大家对刘院长的感情很深，所以一些工人呢一开始的时候，工人还自觉地去保护他，工人组织去保护他，去挡住造反派。后来呢也不行，而且很多干部家属也都说，我们把刘院长抄我们家，现在都是这样。哎，工人呢是真是去。但是你整个那个大势所趋，你有什么办法？第一次还不是在俱乐部，一定是在露天，那次逗他在露天。我当时，哎呀，我当时的心情，我看了，我当时气的，我想我又听他妈的冲锋枪，我跟他说，都傻了，到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这么多老干部啊，他们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、忠心耿耿，一辈子。都献身了我们的事业，他又没犯什么错误，为什么要这么去整他？对不对啊？而且侮辱人格。我记得我当战士时候，一个班里头开玩笑，因为有一个兵长得比较胖，我们几个都把他开玩笑，把他拿个雨衣把他捆起来，给他放床底下，放在那，结果排长然后哎呦，把我们几个人好批评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你们这是侮辱人格，知道吗？我这当战士我印象特别深，现在看到这么多老干部，这么多高级干部受这样的罪，所以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啊？对不对？那文化革命反正是头在这儿，现在宣传的优点的好的什么两老半院上，那时候都是罪状，都是我的罪状，现在说好的那不是我的了。那个时候就总后台啊，修正主义子后台哈军国，所有知识分子总保护伞就是我，所以不逗你都谁。现在想想他能扛过来，他怎么扛过来？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很开朗，知道吧？哎，他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他还跟他们开玩笑。
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，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无数个红色口号之一。交白卷不是过错，原因很明显，出卷子的人是最应被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知残阶级学术权威。于是在刘居英被批斗的同时，老教授的厄运也无从避免。错啥错呀？我哪有错呀？我没错，错啥错呀？那么有错我们都在嘴巴上说说，你们你不说错能行吗？你是不是挨揍吗？那不自讨苦吃？那你自认倒霉吗？这老运动员了呢，有运动必有我，两头冒尖儿，是吧？到时候要强调义务的时候，哎，那我又成了正面的了，是吧？讲政治的我就成反面的了。一会儿正面一会儿反面来回折腾，那有经验了，老运动员了，不怕这些东西，能想得开，能想得开，别生气，是不是？别生气，到现在还是这样，想开一点，大度能容嘛，是吧？说得好听一点，不是大度能容吗？但很遗憾，面对命运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戴宜山教授这样释怀。1969年1月，哈军工第一个风洞的总设计师，我国优秀的空气动力学家马明德教授含冤而逝。马明德是当时空军工程系的，马明德也折腾的比较厉害，他当时，怎么着？反而是粗制道的，在什么，在这个牛棚里。折腾啊，大管什么的，这都守信啊，这都有。因为这他没有规矩，他的早饭饭搞了完了，他没有规矩，是吧？他偷偷的干，他有的是名正言顺，有的是偷偷的干，是吧？就这玩意儿。马明德好像还烫过脚。马明德那个自杀，他我从里都掉眼泪了。从英国回来的，搞航空。动力的，就为了保护他，专门成立了一个空洞研究所，让他当所长，把我们军工的院划出一块，安着铁丝网，专门派了一个连保卫那个院，还是没保住。那听说是什么，拴在门把上，那个绳子，因为他没有地方吊啊。然后呢，往回一倒。正所谓树大招风，越是名牌的学府，在各种运动到来的时候，受的打击就越大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，哈军工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，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分别占总数的56%。和87%，经过省市公安机关拘捕入狱的有46个人，被迫害致死的有35个人。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哈军工仍然完成了很多国家重点的科研项目，赤子之心，天地可见。其实，在国家高层，还有一个人是关注哈军工的，就是周恩来。文革开始以后，军工内部的学生分成了两派，所谓88团和造反团。区别呢是在党委领导下闹革命，还是踢开党委闹革命？但后来就没有分别了，开始展开比赛，一片混乱。周恩来听说之后做了两件事儿：首先呢，他要求造反团当中的高干子弟不要当头；然后明确地表示不支持八八团，这间接导致了八八团的解散。2005年8月，在哈军工校友会的帮助之下，我们找到了当年八八团和造反团的领袖人物。造反派和八八团呢，一开始两派的头啊都是高干子弟。你说从本质上来讲啊，都在造反，就是啊，从这个方法上好像有点不太一致。造反团吧，
实际上逗一些人，逗我们院长，逗副院长，逗省长李范武、潘福生，什么谭云鹤，什么李思安，什么斗这些省里的领导，实际上就是啊中央斗争的一种反应。因为高干子弟层阶层啊，在我们京工啊相对的说多一点，比普通院校高一些，所以他这些小道消息多，内部消息多，今天说要打倒谁了，明天打倒谁了，这个谁谁是哪个派系的了，你说那么毛主席不讲吗？党内有党，对不对？这你要没有了，这倒奇怪了，没有铁板一块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么一下子就把上面的斗争啊，就弄到下头来了。结果造着造着，反正大家都觉得不对劲儿。我是1966年10月18，我带着京工4000人学生啊，到北京来接受毛主席检阅。我检阅以后嘛，当天下午就接到一个通知，总理呢让我晚上带几个人到中南海，他接见我。主要是什么呢？因为整个东三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受哈军工的左右，哈军工的造反派、保守派是左右了整个东北局的这个运动方向。所以后来呢，总理呢觉得那时候闹得太厉害了，后来就我去了以后，总理就说你们这些高干子弟啊，要参加运动，不要当头，不要左右运动，你们在运动当中去学习，向工农兵学习。后来我当时就表态了，我说从明天开始造反团解散，新组织新的领导班子，高干子弟一个不参加，这是我跟总理保证的。我回来以后，我就到联络处，我就跟远新说，我说啊，远新啊，你是联络员啊，你回去谁爱当头谁当头，我们这帮人甩耙子不干，我们就一哄而散，全跑了，都从北京出去了。因此随着这个发展深入啊，我看到不幸者就是中央文革明确表态对保卫团不支持，根据总理接见，我觉得基本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快结束了，但是老这样弄下去没头没了，我因为这个影响到整个这个大局，所以说我就决定解散了。我们八团这些人呢，就所谓趋于保守，他就能按照政策来办。那么后来一些行为，八个团他也有过激的行为，就后来这个文化大革命呢，就其实大家等于用这个错误的理念就进行派性斗争了，你说对的就是错的，他说错的他就以为是对的，就是后来就是不理智了，就进行，所以说都错了嘛。我以为这个结论是对的，文化大革命不会说分出来谁对谁错呀。我们采访司希才的时候，他正在住院打着点滴，说到文革他很感慨，有时候悲从中来。周恩来的努力后来并没有奏效，八八团解散之后，造反团内部再次分裂，同样是闹得不亦乐乎。但文化大革命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了，我们不愿意再过多的纠缠于其中的细节，唯有一件事不能不说，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，也间接造成了哈军工文革时期最大的一桩冤案，那就是挑战江青的27人大字报。他的起草人之一就是造反团曾经的领袖徐渭和。1967年，徐渭和在接受周恩来的主张离开造反团串联之后，再次回到哈军工，但他这次回来却捅了一个巨大的娄子。1月19日，俱乐部的走廊里贴了一张名为“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”的大字报，副标题赫然写道：“给江青同志提几点意见。”在这张长长的大字报里，江青被点了17次名。最核心的就是这么一意思，毛主席讲的，干部95%是好的，
群众95%是好的，可是我们走遍了全国，所有的干部全是混蛋，全是反革命，连生产队队长都是反革命，这95%怎么体现的？后来我们想啊，毛主席，那时候我们对毛主席是绝对崇拜的，我们觉得毛主席不会去犯这种错误，这就是好经让和尚给念坏了。这个和尚是谁啊？就是林彪和蒋勋，就这么出来的。我们是想借着给江青提意见，提醒毛主席，那时候我们觉得啊，那是跟着毛主席，那是绝对忠心耿耿啊，舍得一身剐呀。我们的大字报贴完了，过了没一个小时吧，毛远新就在旁边贴了一大字报，27人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，就把我们都给顶回去了。有一次是在院子里，1月份，哈尔滨1月份-30几度啊，把棉袄给你扒了，就穿一个衬衣，戴着铐子，1个多钟头，那人都站不起来啊，最后是拖着扔在车上的，就跟冻猪一样。这个是在外头，他都不用不着打你，就冻你，给把你冻的够呛。在礼堂里头，就是抽嘴巴子，拿大头鞋踢呀、啊，啊，你是不是反革命？你怎么着？哦，你要说不是，你像我们那个说不是的就挨打，那说是的，我是反革命，这台上不打你了，表现好，到了后台照样打，打他们打的比我们在台上挨着打还狠。为什么？这小子他妈软骨头，倒没好下场。采访许渭和的那一天，我们和他回了家，临走他送给我们一张照片。这就是那张照片，许渭和说还有一张类似的曾被人递到周恩来处，周恩来看后气愤不已，说这比法西斯还法西斯。我们问许渭和恨不恨毛远新，他说毛远新是好人，可惜生错了家庭。他前不久还去看过他，大家也都避免再提到这件事。但除此而外，这张27人大字报还牵连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，他就是原子工程系第9期的学员刘晓林。明天的凤凰大视野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一代名校哈军工最后的故事。